全球一场，艺术上海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盛大开启。本届交易周期间，西岸作为核心板块，围绕全球一场艺术西岸主题，聚焦全球艺术视野。首届西岸 Art Week 成为一大亮点项目，引领探索艺术家消费新浪潮。第十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作为本届艺术品交易周的领衔重点项目，携全球一众顶尖画廊及艺术家重磅登场，共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5家参展商。本届交易周充分放大艺术赋能城市消费，促进城市美誉的综合价值，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喜欢西小盛，请关注点赞哟。